自然的精华，值得细细品味。当葡萄被采摘、陈酿、调配成干邑，文化的内蕴已经融入其中，如同美食的艺术。任何一种味道都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。饮食的愉悦不只是品尝美味，更在于分享其内涵，从而获得境界的跃升。味同道合，境界跃升，马爹利上善之道。